前咧，有人问过我点解你要买一部24年前嘅车咧？其实因为以前睇啲港产片啊，特别系谭文志啲，睇得太多啦，好洗脑啊！你谂下，我印象最深嘅《极速传说》入边，虽然任达华揸嗰部扫把佬咧系一个坏人先揸嘅车，但系呢一部车嘅形象写咗入个脑嗰度啦。另外，谭文志啲藤原拓开揸 A86，而家周街都系黑白熊猫涂装，但是你记得他老豆揸咩？他老豆就系揸 GC， 不过我哋其实系买唔到两门嘅 GC 嘅，基本上都是呢一部咁嘅形态。呢部咩车呢？呢部就是我哋熟悉嘅扫把佬 Impreza GC， 不过我自己改只 GC 吧。呢一眼灯咧有故事嘅，因为当时喷漆嘅时候咧搞邋遢咗盏灯，而且穿咗个碌。咁我后来从广州揸车去吉隆坡嘅时候咧，我特登去咗一转曼谷，然后喺个拆车件市场揾咗好多对去比对。转向灯都有啦，因为我那个是裂啦，所以现在找一个外壳完整的就 OK 啦。最终揾咗呢一对，我觉得最好睇嘅灯装咗上去，所以成台车咧睇起身就精神好多。所以有时候其实玩旧车咧，最紧要就系修复紧呢一个过程，稳健呢个过程。其实整好咗部车靓靓仔仔之后咧，你好满足噶。呢部車咧，國內我哋買到嘅都係頭碌嘅，然後個樣子一定唔係咁個樣噶，我可以俾張相你哋睇，成部車成部 Cammy 咁樣噶。咁呢只車咧，原先買翻嚟前置前驅就是一路頭碌車嚟，然後我自己翻嚟之後咧，就按照翻1995年嘅狀態去重新復原翻呢一組機器，然後我記得係電腦喺俄羅斯訂翻嚟。然后剩低传动的部分，我就照搬翻 GC8 的四驱嘅组件，然后将部头碌车变成四驱车，将 NA 的车变成咗一部涡轮的车。專門整數碼佬嘅車，所以你見到好多 Impreza 經常都出現，包括我部車。1995年嘅狀態去重新復原翻呢一組機器，然後我記得係電腦喺俄羅斯訂翻嚟，然後剩低傳動嘅部分，我就照搬翻 GC8 嘅四驅嘅組件，然後將部頭碌車變成四驅車，將 NA 嘅車變成咗一部渦輪嘅車。專門整數碼佬嘅車，所以你見到好多 Impreza 經常都出現，包括我部車，好多人都話咧，哇！你部車喺嗰度整嘅，係啊，就係呢度啦。我車啱買翻嚟，開咗一個月都唔到，然後個劑率劑咗半年嘅時間喺度做整車，呢度全部都係數碼佬，呢部豐田嚟嘅。咁然後你譬如平時跑山路，咁就算我呢部車舊啊，咁個狀態跑山路，你覺得部車其實最有樂趣嘅地方就係我入彎嗰陣，我個車體車重個負擔冇咁大，揸起身好正噶。而呢一種 feel 咧，可能你真係而家喺我哋自己國內係買唔到呢個重量配比嘅車，而且佢仲係四驅啊。如果唔係，你可能真係要去日本買啲 K 卡先會有呢種重量感嘅嗰種動態出嚟，因為實在係太輕啦。咁我翻嚟最頭痛係呢部車啲電路
二十幾年基本上可以霉嘅都霉曬，我要重新拉過一組線，先至可以博翻音響係正常嘅。然後我成套發動機電腦係可以走翻正常嘅，後邊啲尾燈起碼唔會話我踩剎車個轉向燈又著，我要拉好多組電腦。驾驶视野咧，你望到前面嘅大鼻咧，而家冇噶啦。而家边度揾啊？以前去到上一代力狮嘅时候，我哋仲可以见得到有 2.5GT， 仲有个大鼻窿。但你依家好难揾到一台呢个价位附近有大鼻窿嘅车。其实最早知道 Impreza 呢部车，我之前讲过就系广经拉力赛嗰部3.5嘅拉力赛车。然后到后边啊，睇 WRC 啦，你见得到永远就系 STI 同 Evo 噶啦。冇其他車噶啦，就係嗰兩部跑曬噶啦。再到後邊頭文字 D 個動畫，我哋慢慢自己一本一本去睇，再睇埋電視啊，嗰啲白話版嘅好睇嘅。睇下睇下洗腦啦，你就知道哦，呢部 Impreza STI 有咁多故事。原來文泰啊，阿泰佢老豆啊，都係揸呢部車去兜風嘅。雖然你嗰部係雙門，但係真係你會買到部四門，然後可以上得到 GC 8嘅 body kit 咧，你會覺得起碼我係可以完成到當年我曾經諗過嘅。那個夢想我自己真的可以實現得到出來，這部 Dream Car 就是那種感覺。這些車前半段就是一部 NA， 後半段就是一部渦輪車，你現在去哪裡感受得到？如果你一部車新車做成這樣，個個都罵你。但是這個真是一個我覺得是屬於90年代的記憶，也是一個屬於90年代的一些渦輪性能車的一個特性，追不回去。所以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，確實可以 keep 下這種回憶。其实咧，旧阵时嘅扫把佬，我觉得佢系最靓嘅，因为你要知道嗰阵佢哋做车咧，无论系做小车定系 SUV， 佢都会谂尽办法，我要将车门做成无框嘅，所以嗰阵嘅扫把佬真系好靓噶。然后咧呢一部车咧，我又系中意佢无框啦。然后佢嘅四驱其实有一个特性啊，真系佢会偏推头，但系你要谂翻呢部车好轻，所以你会好享受嗰种有时候用重心转移去入弯嗰种感觉，所以我好中意呢部车咯。然后呢部车其实我中意佢，认识佢，真系从拉力赛上面嚟，后嚟先至到头文字 D 嘅啫。咁所以我会 keep 住佢呢种好似有 rally feel 嘅感觉，所以成部车系冇捞低嘅，唔系走场地车嗰种 feel 嘅，所以我 keep 成佢咁嘅样。然后后边咧，其实7、8、9代車我都有揸過，我發覺其實同五代最大嘅唔同就係佢哋啲車已經現代化好多，會注重行駛品質，會文明好多。但係有一樣嘢 keep 得好好嘅就係咧，佢仲係無框車門嘅，所以呢幾代車我都會比較中意嘅。其實嗰幾代車咧，唔好走拉力風，走低趴風，然後走姿態，感覺就最好啦。去到10代，其實成台車會失望好多，因為佢已經唔係一部純正嘅掃把佬啦。個車門作為一個掃把佬最標誌性的車，它車門竟然是有框的，這個已經是整個適應市場出來的產品了，我覺得就沒那麼多意思。所以這部車其實貶值變得很厲害的，它已經是一部傳統的家用車了，掛什麼性能標識，掛什麼掃把佬的 logo， 真的掛不下去的。所以那台車我就覺得已經不像掃把佬了。其實我們這些玩舊車的人想的事都很簡單，為什麼要玩這些車呢？因為我們小的時候看到這些車很喜歡，但你沒有辦法跟它一起去相處。到大過了，我有錢有時間，我才有機會去買這部車回來，再創造我和它之間的一個回憶，就是這麼簡單的。你猜玩舊車容易嗎？你想想玩舊車，我需要知道一部20多年前的車，我要清楚黃標、綠標、各一、各二、各三、各四，甚至哪裡限行、哪裡可以上牌，等這部車有正式的路權可以上得到去，真的想很多東西。其實有些人還說，喂，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個別的黃標車、各一車污染了整個社會所有的空氣，製造的霧霾都是因為你們。我的說法真的很搞笑。其實你想想，
如果一部舊車呢、這個人佢係冇時間精力去修復佢嘅話，佢好自然就會淘汰，自然就會攞去報廢，根本唔會需要你有政策直接規定你呢個名叫黃標，你呢個名叫國一，所以你唔准揸入嚟我哋市區。我真係覺得好搞笑嘅，剝奪咗我哋應有嘅一啲權利。所以咧，講真，我哋玩舊車呢班人其實係好難、好難，甚至係好無奈。呢架车谷到行都系得三百几匹，能得住先算啦。Sorry 啊，我哋唔介数码路嘅，你唔改又唔敢改啊。